我是 Eddie， 今天来到了这个永山举办的这个 McLaren 喜拿30周年的这个活动。现场其实基本盘呢都是以这个车主来参加体验，并做一个纪念。那现场展出两台，一台是公司收藏的这个 McLaren Senna 的这个车款。当然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这个车大概在2016年吧，2018年进入了这个市场。那也强调500台限量，规格的话查规格表都有。但我们来现场看一下这个实际的这些空力是很惊人的。来讲一下背景，这一次以喜拿为主题做这一次的纪念的活动。当然其他的背景都是以这个车主下赛道给赛道体验。那但是这个应该说喜拿的这个亲戚他的这个Bruno Senna 也来到现场。等一下我们会跟他做一个专访，聊聊他所记忆中的喜拿。他还是小孩子嘛，那时候这是他的叔叔，所以他有一些记忆跟他后来成为 F1 车手，大概在10年前左右在 F1 的领域中有闯荡过一阵子。那现在就正式作为品牌大使跟着 McLaren 四处的巡回。那现场来看到这个 McLaren Senna 呢，真的很厉害，这是一个 Hyper Car 的等级，单价破亿。那 McLaren 在台湾市场呢比较偏这个年轻的族群，许多艺人明星都很喜欢这样子的车型，比较积极，然后比较应该说运动化跟这个年轻兼有之，开起来又是赛道为主的概念，不那么街车，所以其实蛮多年轻艺人都很喜欢。那这种收藏型的车款更是大家争相购买的一个对象。那现场看明显的全车 carbon 材质，那有些部分上色，有部分保留 carbon 的这些原色，非常的多的角度来对于空力的穿透以及导流有很大的做法跟效果。然后这个很有趣的是，如果看到这个雨刷，我有点想到这个 Contact， Lamborghini Contact 的雨刷也是这样，双幅主雨刷双幅。再来就是这个车顶是上掀，所以上掀的时候呢，对于这个超跑感会更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空气通道，从车身，然后到叶子板往下，再来进入这个所谓的引擎的部分的进气跟散热的区域也做得非常大。所以整体来讲呢，非常的赛道化。尤其是后面可以看到这个中央在进气冷却，在中央车顶的上方。还有一样多冷却效果，还有可以透视的引擎室，都会增加这类的 hyper car 的质感。从后方侧尾方看，这个主动式的尾翼会随着速度，会随着这个应该说各种的方式做高度调整来增加下压力，高速的时候效果更好。这也是很少见的一个配备。再来就是从车尾看，大量的 carbon 做组成，车尾后方其实都全穿透，它没有网。它是格栅式，做好以后就是空气散热穿透，气流带穿透。那厉害的是这一个有点镀金的这个上排气管朝上，这个也是 McLaren 很独家的一个设计，可以让车辆的特色更明显，也有别于其他的竞争对手，是一个真正偏向赛道感的一个品牌。当然继承了这个 F1 车队的这个名号跟 F1 的这些相关的精神，所以在整个的设计上是 pure racing， 尤其在收藏车更朝向这个赛道的这些使用的材料跟轻量化跟赛道体验。那台湾很不错的就是这样车子都能领牌，你有一个赛道机器，然后能领牌，虽然价格破亿，但是全球限量的这一个偏好啊，全球限量的这些特殊点，让台湾的收藏家趋之若鹜，所以台湾收藏的数量也不少。听说也是全球知名的数量，那当然是品牌对于车主蛮保密的啦，但是我们有时候在有一些新闻媒体上会看到。那总之呢，这个McLaren Senna 的这个车型呢，是一个收藏家梦寐以求的收藏品。那我们现场看到真的是也是很震撼，那也很开心，那参加这一次这个 McLaren Senna 30周年的这个纪念会。我们来到现场，来到了这个迈拉伦30周年和喜拿30周年的活动，当然有一个背景墙来叙述这伟大的传奇车手的一些经历他的第一次胜利是1973年，那应该说在卡丁时代呢，就是有很好的技术所以他从卡丁车起家，
再来是呢，经过一番的这个机遇经验呢，开始加入了这个不同的赛车队。那其实比较知名的是 McLaren 的 MP4 哦，这个部分因为是品牌嘛，所以把它在 McLaren 这个期间的这些timing 获胜冠军哈、哦，三次世界冠军，然后很好的这个就是厉害的这些年代哦。就带给大家，尤其是90、88到90之间呢，是非常厉害的年代哦。这个时候用 Honda 引擎，大家所知名的，在日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也是亚洲，亚洲的应该说赛车迷对于喜拿会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也是因为它在日本很受欢迎。那日本也是亚洲的赛车圣地，那这一种喜爱的这种气氛呢，也感染了全亚洲。哦，所以亚洲的，我觉得亚洲车迷对于喜拿有一份特别的感觉，啊，再来是后面的这个赛事的冠军，哦，在甚至在这个巴西也获得冠军。这一次其实看一些喜拿传记的影片，都可以知道说他在这一次的比赛中非常的不舒服痛苦，但是还是很坚毅的完成了比赛。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场面配合着历史。你会感觉到更有应该说互动感啊，或者是你的感觉会比较不一样，就是因为这是活在传记里面的一个赛车英雄主角啊，他当然对于赛车 F1 赛车的安全也非常的坚持，甚至不惜跟 FIA 赛会杠起来啊，这是我们少数见到，就是为了坚持的安全的一些观念，跟这个总会啊 FIA 总会有比较大的争执啊，所以这也是令人佩服的哈。再来就是93年到93年有获得这个世界冠军，好、哦、那这就是希拿本人的历史，后来在93年的这个赛道车祸中丧生啊，蛮令人惋惜的啊、哦、那再来就是2017年我刚提到的这个 McLaren Senna 的这个授权的车辆，以他的精神重新做这个 Hypercar 推出，那2018年呢是这个 McLaren Senna GTR，更少数的少量的这个用这个赛道的概念把它全车来做一个限量版的推出，那这就是 McLaren 跟 Senna 的一个品牌结合，也永远的将 Senna 当作是 McLaren 的这个荣耀的一个车主荣耀的一个车手的一个身份象征啊、哦。那我觉得这一次能够在台湾遇到了品牌做这样子的纪念活动，我也觉得能够参与非常的荣幸。赛道试驾，好，基本上就是 Artura 油电版跟750S 目前的旗舰。那 Artura 之前我有道路试车过，其实蛮灵巧的，蛮 GT 的。但是刚刚在赛道下赛道的时候，其实呈现出一种不同的氛围。它转到Track 模式的时候呢，是一个很灵活的车子，车子也感觉到轻，但是因为这个 Traction 抓地的好，我们并没有关闭，所以其实对于应该说整个的灵活性很够，就是一个轻巧的车子啊、哦，基本上它是这个差别。那等一下开750S 就比较不一样的规格啊、哦，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750的动态表现。那现在销售的主力应该是这个 Artura 会是一个希望入门的主力，价格在1300万左右。那750S 的价格大概在1600、1700左右，哦，所以这是不一样的设定。那我觉得在这个马力本来的配置不一样，还有Daily Use 的设定不一样哦，所以我觉得这是等级不一样的车。那等一下进入赛道来看它的表现。那Artura目前是有一点 GT 取向 Daily Use 哦，品牌的宣扬这个。那750S 就是旗舰哦，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基本上在一些设定上面不同的地方。
后面的尾翼，空气动力刹车还蛮过瘾的啊，从后视镜看起来。先讲一下哦，这个椅子的调整是像一个船一样嘛，椅背不能调整，只能调整仰的姿势。哦，这个是一个很赛车的设定。我觉得这个座位的宽度也比较适合我。我们通过这个出发限速40的 TIP。Capitano。到比较熟悉的阿图拉上面。
刚刚大概每一台车哈、Artura 跟Video 跟这个750S V8 的车型呢，大概都开了有15分钟左右。简单的来说呢 ，V6 的车轻 ，Artura 的车轻，油电反应好，可以在弯道中做自己的规划路线，灵活，初学者好上手，然后刹车要习惯重踩，座椅更适合180公分、80公斤的我哦，空间不会太大啊，我觉得支撑性也不错。再来加上它那个不可调整的角度也蛮赛车化的，意外的是那个油电的这个补强，在弯道中电会逐渐存起来，所以直线的时候可以油电共发，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个做法。那另外就是750S 其实因为 V8 车重更重，但它一样是轻量化的做法，但它延伸性跟你的我们对于超跑的感觉比较接近。Artura 有一点偏这个比较轻量的跑车感，加速也许没有750S 快，因为数据上马力上，但是它的这个一致性连贯性会让初学者比较好上手，比较不害怕。但是重踩的时候呢，车身会滑移一点点滑移，所以特别要注意侧风跟重踩时候的车辆表现。但是开久了就会，因为这些应该说这些电子系统都控制得很好，只是习惯它的车身灵活的变化，所以这是一种我觉得是拥有车以后呢，可以很好作为赛道乐趣使用的一个工具啦，也可以说是一个Artura 平常我们试驾有 GT 也有这个赛道，好，那所以很全面的车，很适合出街拥有，也是品牌在推的。750就是顶级 V8， 现在想要买到 V8， 然后出力表现是属于更上一阶，有经验的有实力的车主呢，可以做 750S 的选择。那这就是两个入门跟这个高阶的选择。Strike before? Yeah, this morning. Bruno, if you could, we have an exit just for a minute or so. Okay.You'll catch anyone during our run? Yes. Can I feel that the V8 engine is quite powerful? All good for you now. All right. Okay.
lower down a little bit. Okay. Go down there. I don't know why I was getting a tire warning, but it was written in Chinese, so I couldn't understand what it was saying. Mm-hmm. But the pressures look all good, so. Yeah. You're just complaining that I was pushing too hard. Mm-hmm. No? It's very technical, the track. The car feels good. Mm-hmm. Sometimes it feels like we're just between the gears. Mm-hmm. Like it's not like the perfect gear ratio for them, some of the corners. Yeah, sometimes. But once you drive like enough, then you can like anticipate these things. Yeah. I think it's a little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together. Yeah. For sure. I only did so far, maybe I've done eight laps on the track, so. But you are so well experienced. I'm missing still a little bit on the of experience on the track. Okay. This part is good. Yeah. Super technical. Yeah. Very nice little track, I like it. Challenge, For sure. And with a race car, it probably feels quite bumpy because it's stiffer. Yeah. You're using sports suspension, right? Yeah. With the road car, it's pretty good. Okay. So I'm running on track, powertrain and sport on the suspension. And I think it's the right compromise. On the track, it's too stiff. Okay. All right. But because of this Artura. Fun, yeah,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